OK， 你可以看到现在 A 组的车辆呢，基本上大家都是同一组出去的。目前85号王一博第一弯还是大概处在第5的位置。同样的，他还是先需要来熟悉整个赛道的一个情况。现在跟刚才比起来的话，稍微气温稍微是下了一点，没有太阳了。尹正刚才的成绩在 B 组当中算是相当不错的，那么接下来就看王一博的成绩。他跟尹正不同的，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整个 visor， 就是他的护目镜呢是有磨片的，这就是属于晴天当中车手为了能够避免阳光的干扰所使用的专属的这种护目镜，是黑色。啊，这边很多朋友都在加油啊，赛道平安。21万，我们现在的直播间当中已经有24000的粉丝了。目前其实一般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知道车手在练习的时候他会采取两种不同的策略，一种呢就是说我要专心的熟悉赛道，他会找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宽阔的空间，那么前后没有车，那么专注于自己的线路的一个研究，刹车点的一个模拟和控制。那这一边呢，今天有我觉得是两方面的因素。第一个呢，就是 A 组的车真的很多，大概有31辆车。另外一方面呢，你可以看到王一博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应该说对赛道还是比较熟悉的，所以基本上在这边毕竟也参加了比赛啊，所以他实际上是有一点跟在第一集团的感觉。练习赛当中如果跟在第一集团，那么很明显就是要来瞄一下他自己的在比赛当中的潜在对手，来看看对方的一个线路的控制，看看对方在直道上的一个速度的情况。第四弯，哇，跟在王一博后应该说走的线路还是非常的激进啊，尤其是在过了第四弯之后的一个加速，直接已经上了路肩了。这后面是6号张浪啊，哦，就直接是退赛了。这个镜头是一个远景，看不太清楚到底是不是因为现在赛场上已经有车手退赛了。王一博目前的状况还是不错的。85号，过了最后一弯，这个摆明了后面张浪是想抓他的 slipstream， 抓真空带。这个练习赛没有必要吧？这是第一次练习，啊，放了，张浪还是放了。张浪实际上就是在跟在王一博的后面，他就是在模拟整个正赛当中，如果我跟在车手后面的这种跟车，然后到了第一弯出来之后的这种刹车，它实际上在模拟整个抓真空带第一弯超车的一种状况。2分01.744，目前排在第四位，状态不错。要知道王一博实际上在前2天，因为他的行程非常忙，在前2天才刚刚来到珠海，所以
因为行程非常忙，所以他的备战其实并不如有些车手那么充分。当然777这是李宗，1分54.3，目前排在第一位，毫无疑问这是中国最优秀的车手，目前速度最快的车手，也是摩爪雅马哈中国车队的一位超级悍将。哇，他的这个就是罗西式刹车。 Valentino Rossi 呢，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直接呢在比赛当中是伸腿的一个感觉啊。这边我们看到是王一博的车载，整个的一个车载当中所展示出来它的过弯当中的一个稳定度还是很够的。目前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已经有大概23万多朋友了，那么一直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这一场较量。当然车队的团队呢也是非常紧张啊，在关注着雅马哈车队当中的两位车手的一个表现。不要忘记了，那么一定要记得去点赞我们屏幕下方不时右下角不时会出现的一个链接，那么来购买魔爪的产品就有机会来赢得好礼啊。那么你只要点击了右下角链接购买魔爪的产品，然后呢到魔爪的官方微博下方去晒单，就有机会能够赢取到我们送出的这些众多的礼物，包括有车队的车手限定的好礼，同时还有车手同款的卫衣，以及王一博引证的车手签名海报。这边写着很多朋友都在送祝福，85号赛道平哦。85号在今天的发挥应该说还是相当的稳健。1分58.768，现在王一博的成绩已经刷到第三了。这个非常厉害啊。哇哦。这边已经是在不断的加速，现在跟自己的队友的成绩已经非常接近了。李宗的成绩现在排在第一，王一博的成绩是排在第三位。300cc 排量的比赛呢将会非常的好看，因为竞争非常非常的激烈，大家的这种绝对的极速它并不像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大排量工升级车那么快，因此呢这个线路的选择会比较多一些，那在正赛当中其实厮杀就会非常的激烈。现在整个的第一次练习还剩下9分多钟，那么也欢迎大家在这个直播间当中来积极的互动啊。其实你们可以来给我留言，因为第一次练习结束之后呢，我会很快的跑下去来
跟王一博做一个采访，简单的问他几个问题，不知道你们观众朋友们有什么想问他的，都可以在这边来留言，然后我们随机的看看有没有机会来挑选，问问王一博他的一个感受是如何的。我觉得现在王一博应该已经是85号，已经是在逐渐的在，还是在尽量的在冲速度啊。因为节奏已经出来了，可能他对于自己的这个赛车的整体的感觉相当漂亮，还是认为这个整体的感觉相当不错的。越跑越自信，一练刷到第三，那么二练恐怕这个成绩会再进一步。李宗一分53秒二，王一博一分58秒7，然后排在第二的胡同明呢，也不过是一分58秒2，所以王一博跟胡通明之间只有0.5的差距，这个厉害了。这个如果雅马哈是一二带回的话，那太厉害了，而且感觉很有希望。现在还剩下7分多钟，然后现在王一博的要小心一点啊，因为刚才赛道当中有一辆车出去，所以可能有些地方会出现黄旗，所以按照赛会的规则规定，一般的比赛当中如果出现黄旗的话呢，你需要限速行驶，不能超车啊。就是这一边，不过还好呢，这个车手已经离开赛道了，所以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还剩7分多钟，这样的话王一博有机会能够再进一步的来争取一下，把这个圈数刷出来。目前是第三，1分58秒768，他这个成绩现在跟第二名只差了0.5。左弯，哇哦，这边其实在重刹进弯的时候边上是有车的，这个已经有一点比赛的味道了。前面777号，这就是李宗，所以现在李宗跟王一博呢是前后在一起，这是两位队友。给人感觉刚才李宗也回头看了一下，是不是两位队友之间要做一个默契，看看有没有一些配合的动作出现。最关键的就是真空带上，如果到直到带一下的话呢，有可能把这个速度带起来。李宗还在回头看，再看王一博距离他有多远，这个距离稍微远了一点，因为李宗的速度已经非常快了，1分53啊，所以比1分58要快很多。李宗的刹车特点呢，就是跟王一博非常不一样，典型的伸腿式。然后过了第一弯第二弯，紧跟着第三弯同样的也要走相对来说比较开放的一个线路，你可以看到李宗的线路跟王一博的线路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这两个人的车的调教呢也不太一样。王一博的车载过了第四弯之后，接下来第五弯，紧跟着第六弯是一个高速弯角，全油过，第七弯是重刹，这边这还是刚才的成绩。李宗又再次回头看了一下自己的队友，啊，把自己队友放过去了。
车队呢，现在也已经是在进行最后的一个检验哦。王一博现在的成绩是排在第二位的，成绩不错。李宗现在成绩呢是排在第一位。P 房去等待一下，看看差不多还剩下4分钟，王一博将会回到这个维修区当中，我们有机会呢也跟王一博来进行一些沟通，看看他们的表现。所以李宗的成绩1分53秒2，排在第一。那这一边是差了四全场第二，全场第二。一会儿我给你，因为他们还要收环境声，他们还要收环境声。OK，稍等，我一会儿我会递给你。